下礼拜就要出去玩了，但行程都还没排哎。算了，不然我们就随机应变，看到时想去哪就来。我排好行程了，吃喝玩乐样样有，私房景点样样通，享受旅途放轻松。我恋爱了，糟糕，一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。没办法，虽然很近，但还是叫车来载好了。不用了，不要搞啊，我可以娶我 ，now。好饿哦，那就吃宵夜啊。可是家里只有泡面，我不想要吃泡面，好想吃大餐哦。来，我帮你加一些东西在泡面里面，快吃吧。可以嫁了，北七哦。哥哥，你可以教我这道数学题吗？哦，小学的我应该会。我看看哦，容积与体积，然后……对不起，哥哥是低能儿。哎呦，蚊子好多哦！等一下，我插一个电蚊香嘞。嗯？妈，娶我。儿子，你看我刚刚在路边摊看到这些哆啦 A 梦，很可爱吧？哇，真的很可爱耶！我看到马上买一组起来。既然已经买了，妈，你真的比我还爱收集哆啦 A 梦耶。因为看到你开心，妈妈也会开心哦。妈，你这样我会太爱你哦。